乔警官，我有事找你。我刚才算了一卦，今晚你会有一难。昨天晚上这一难您倒是没算出来。我看见你身后有一个湿漉漉的女人，这个女人曾经是一个你很重要的人，你想救她，可是你无能为力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女人呐，是你的心魔，现在沈家的风水不好，你可千万别被心魔给困住了。你还是听我一回吧。你没事吧？他说的那个湿漉漉的女人就是我娘，她是被淹死的。这个淫妇，少妇道，胡吃下作，你迎进猪笼。对，进猪笼。科长，我没有做坏事，我是冤枉的。是啊，冤枉的，陈家是冤枉的，刘新娘啊！我是郭婶，我对得起你死去的爹，对得起你吗？陈家，这种淫妇趁早沉了，别玷污了我们镇上的贞洁牌坊。呸！把他沉下去！男人，抬起来，放到水里去！要是冤枉的，要新娘啊！娘娘，要新娘！算了，进猪笼就该这样了。我是冤枉的。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！大郎，要是我不能……从那以后，我经常做这个噩梦，梦到我娘。你爹死了，你娘难道必须得守寡吗？他为什么不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？那些人凭什么杀了你娘？你娘没有错，错的是那一座座压在人们心中的贞洁牌坊。乔恒，你振作一点。虽然当时你救不了你娘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救更多的女人。你相信我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耳闻菩提者即发菩提心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耳闻菩提者即发菩提心。大少爷，一目射九天，十万步八千，拿破黄金钱，道路荒无边。乔警官，你也来送我。